这个咱没看懂，哎呀，那什么，发点福利就算了，买点干啥？对吧？都胸小，你妈的，这胸大的很，胸可大了。你已经是鬼屋还能学吗？这美臀是吧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学员的身材比老师身材比滚，学员有点胖，老师的身材倍儿好。没有，这是私教啊，手把手的教啊。兄弟们记得把直播室通知的勾勾。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橙色的桃心，电脑用户。好地方啊。行，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有必要来个大乱斗，放在这儿。来个大乱斗，待会儿输了接受惩罚，就让他们接受惩罚，这样好，对不对？这样大乱斗就得劲儿。兄弟们，我们来个大乱斗啊，来个大乱斗，得劲儿吧？这可以啊。而且我保证，兄弟们，他们这个不会输啊，是不是？可以是吧？一边看一边还有那个什么，干嘛不穿裤子？这个学这个舞蹈，即时培训班，为了看惩罚。学员有点肉肉的感觉，还没有男朋友。来乱斗一把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有多牛逼，我们吸一波粉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对，好。看到我斗个熟人，让他看一下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牛逼啊！我们要吸一波粉，让他们跑过来，知道吧？我两个大主播，兄弟们，我们两个大主播，让他们过来看，看妹子啊！我看连谁啊？连谁人气高一点？我看啊，来。小马哥，这个时候要玩点套路，不然妹子跳完了。没事，我找个谁呢？夏小葵、杨子，两个户外主播吧。AK， 看谁人多一点。来了，杨子。我就连 AK， 就连 AK， 打不过没关系啊。快点，哇！那个福利对象，他不连我，不接我了。我正在连 AK， 兄弟们啊，好像不接我的，可扎我心了。我靠，不给我面子！快点，我操他大爷！当前已有欢乐豆，咋的了？我卡了。哦吼，搞个毛线了啊！等会儿我退出频道重进一下。